最近我有几个客人都向我提出了一些问题，想要找一个一层楼的铁门警卫社区的房子，他喜欢新一点的设计，想要买一个大概5000尺左右。我的天哪，这个挑战真的有够难。我和我的团队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来做了功课，那这次我想跟大家介绍我们提供出来的答案。 The Brasadas of San Dimas。 Hello，一进门我们现在就来到这个玄关，这个玄关的屋顶非常非常高，20英尺的拉高，而且兼顾了这个风水这个穿堂煞。一进门的左手边我们就会看到第一间套间，是一个保姆间，有自己的卫浴，走入式衣橱。在我们一进门的右手边有一个书房，这个书房的采光非常良好。在书房之后我们有一个非常宽敞的客厅，能够容纳非常多的客人。后院的地方可以在这边做户外的 barbecue area，他在这边做了 SPA， 还有做了游泳池。开饭咯，我非常喜欢这个餐厅的空间，就在厨房的旁边。如果人多的时候把刚刚的这个后院门一打开，一下子从8个人10个人就可以容纳出20个30个客人。那我也是一个很爱做菜的人，所以这么专业的 Wolf 牌子，它不管是你要做万圣节的烤鸡，平时做的饼干，或者是牛排都非常好。现在我们来到主卧室，我们主卧室里面有一片荣誉墙，可以摆放您所有从外面淘来的玉石稀世珍宝。那再来我们来到这个主卧室睡觉的地方，您看这个是 king size 的 bed， 不管左边右边都有这么多多余的空间。那我现在来到了这个后院，可以直接从房间通到后院这个地方，火一生一个红酒摇一摇，非常享受的生活。现在我带你们去看一下这个建筑的二楼，那二楼它仍有一个完全的套间，它有一个房间，有一个完整的卫浴，还有一个走入式的衣橱。